我们看下这题目，若这事实成立，且 n 为自然数，则 n 为下列哪一个答案？那么这里，这是5，去乘以 p，n 减一取4。那么这是由 n 减一开始，连续4个相乘，所以呢，我们写下，这是 n 减一乘以 n 减二乘以 n 减三乘以 n 减四。那么这等于，这是6去乘以 p，n 减二取4。那么这从 n 减二开始，然后连续4个相乘，所以这里是 n 减二乘以 n 减三乘以 n 减四乘以 n 减五。那么在这里，n 减一要大于等于4，所以 n 要大于等于5。所以呢，在这里，我们 n 减二、n 减三、n 减四都不为零，所以在这里，我们等号两边可以同时把这个约掉。那么我们得到这是5乘以 n 减一是等于6乘以 n 减五。那我们乘开来，这是 5n 减5，这等于这是 6n，然后减30。所以呢，我们把这30移项过去，这 5n 移项过来，那么 6n 减 5n 是 n，然后再等于这一项过去呢，变成是30减5，所以呢，答案是25，这个答案。因此呢，我们这题答案是要选 A。这个答案